票券其实有分为，就是好像两个小时多的基本体验跟一整天的一日票。那我们今天先买短时间的来体验一下内部的一些设施，顺便介绍给大家，冬天来泡岩盘浴是最适合的，舒服又排毒。Let's go！ 福汤岩盘浴位于新竹大鲁阁南雅广场，位于 B1 的福汤岩盘浴，走的是纯日式的风格。内部最大的特色，除了占地350坪，非常的宽敞以外，还有5大岩盘浴房哦。外部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它有放一个内部的配置图，然后前方就是我们的购票处。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购票入场喽。走进 B1 福汤岩盘浴，沿路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纯日式的布置，然后也有关于岩盘浴的一些相关的介绍。那我们刚刚在后面的地方已经买好票了，票券的明细在这边，然后当天的停车是可以折抵的。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领取我们的浴衣，还有一个毛巾组的部分，从这边。购票完成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入口直接进入福汤岩盘浴。那首先看到会是鞋柜的位置，可以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以后把钥匙拔下来。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到前方的服务台去兑换我们的浴衣跟浴巾。有来过吗？没有。好，你的鞋柜钥匙。对，稍等我一下。你的置物柜号码是85号，那这边帮我挑选一下浴衣的尺寸跟颜色。的尺寸，红蓝不分性别，挑喜欢的就可以了。尺寸的话已经偏宽松的咯。哦，好，那我就是 M， 然后红色，好，红色是刚刚也会有一条，对，这个是，好，这边给您哦。好，那这边红色是比较接受，欢迎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吗？好。我们提袋里面呢有一套浴衣、两条小毛巾跟一条大浴巾，它会根据适合放下在后手方的红色浴帘。进去之后，铜锣门进铜锣门出，做个简单的盥洗之后，换上我们的浴服。场域方向的话是往白色布帘的左后方，需要导览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好，那我们在使用场域的时候，无论是躺着、坐着，在任何场域休息或是在岩盘房里面，都需要将大毛巾铺垫在身体的正下方，小毛巾要铺在枕头上面。好，这边干净的是给您离场的时候擦干身体用的。好，所以大家淋浴巾的话就可以先把它锁在置物柜里面喽。好，这个提袋您可以带出来随身携带。手机跟水壶放在里面，强东西都不要带出来喽。那你如果要带出来的话，一定要随身携带，可能会被其他人抓包，注意一下。哦、好, 好。那我现在在岩盘房里面的话，可以稍微将口罩拿下来，但是在公共场域还是需要做佩戴的、哦。好。那我们柜台有提供充电线或常温水跟换零钱的服务，有需要再跟我们说就可以了。好好。那张您查询一下离场时间的部分。好。好，那就是帮我打开 LINE 的画面，然后输入你手上拿到的置物柜号码，就可以看到离场时间喽。好。第一次入馆的朋友需要先下载了官方 LINE， 看他的首次入馆的一些相关的须知，那他也会介绍一些体验的流程。另外就是在你当天体验的时候，你的使用时间的计算这边也会有显示。好，那我们现在兑换完浴衣跟浴巾以后，准备要入场做一个简单的盥洗，换上浴衣以后，从入口的位置进去体验岩盘浴。那外部的部分也有一个贩售部的区域，这边也有贩卖一些小小的饮料啊，可以做一些水分的补充。那内部的部分它其实也有提供一些沐浴用品可以免费使用，使用后如果觉得还不错的朋友想要购买，可以在这边买得到哦。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去换上我们的浴衣。
现在准备进去换。你的是不是特别头？哦，好。那要离开手机的要锁上，然后身上贵重物品也先取下。有机饰品的话也先取下，放在身上，或是放在柜子里面，或是放在你的小，就是可以装在柜上这样。好，好，谢谢哦。前方的就是淋浴间跟厕所。好，谢谢你，谢谢。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盥洗室的部分。那刚刚有看到服务人员，他其实服务非常好，他带着我进来，然后认识了一下环境。我们现在在置物间的部分，然后带着我们刚刚在柜台领到的这个毛巾组。那等一下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简单的盥洗以后，就可以进到主题去准备体验我们的岩盘浴。对，那这边总共有五大主题，走的比较日式的风格。那不能出国的期间，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比较好舒适的一些设施，然后体验一下未出国的感觉。我们准备来去体验咯。那我们现在准备到淋浴间做一个简单的清洁，换上我们的浴衣。那这边就是我们的淋浴间，里面间数还蛮多的，而且非常干净，味道都是香香的哦。这边的淋浴间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它是做的有一点是像干湿分离的区隔，那内部其实就是冲澡，外部就可以让你做一个可以换洗衣服的地方。那你的衣服放在外面也不用怕会被打湿。那使用淋浴间可以看一下注意事项，那主要就是维护一些清洁啦。好，那内部它有提供一些沐浴乳啊跟洗发乳，那如果喜欢用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外部它也有做贩售。OK，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换上他们提供的浴衣，然后来体验我们的岩盘浴咯。那我们刚刚进来这个置物间的位置有一个很大的化妆区，那如果我们使用完岩盘浴，可以在这边做吹头发啊，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它有提供这个 Panasonic 的吹风机，非常好，可以很快速的吹干头发。然后这是梳妆台的注意事项。进入岩盘浴体验以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五项主题设施介绍。那这个五个主题的岩盘浴，它的温度都不大一样。那初次体验的朋友，建议可以先从温度低一点的岩盘浴开始进行。那这边有一些体验的顺序可以提供大家参考。我们先换完浴衣，准备要到主题区。那主题区的部分就是它公共场域还是要戴口罩，我们口罩也是戴着。然后从女生的盥洗室出去之后，会进到另外一个入口。那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墙上其实有一些对于岩盘浴的一些介绍，还有洗岩盘浴的一些好处，大家可以稍微浏览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进来这个公共区域。福汤这边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公共区域，它的公共区域非常的宽敞舒适。那这边也是有提供它的贩卖机啊跟饮水机。使用岩盘浴最重要就是补水，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公共区域。在休息区的位置，它有这种吊椅可以提供大家做休息。那如果不喜欢躺吊椅的人，这边也有各式的沙发，你要或躺或坐都非常方便。座位的旁边都有提供充电口，那没有充电线的朋友也可以在柜台做租借的使用。那除了休息区的沙发以外，它也有另外一区，在这个月书阁的部分有很多的漫画啊杂志啊，可以在这边做放松。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它另外也有这种小小的小房间的设施，可以在这里睡觉或休息。整个休息区的空间呢，它的设施其实设想的非常的周到，所以如果要在这里做比较长时间的放松休息，很合适。那首先帮大家介绍第一个主题是润竹，那润竹的温度大概有70度。像是全馆温度最高的岩盘浴主题房，那它的功能就是加速汗水快速的排出。里面看起来是块木的材质，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相对看起来人也比较少。那进去这个润竹的
主题里面的话是完全不建议带手机，避免手机故障的问题。位于润竹旁边其实还有一个主题是凤绿的这个房间，刚刚有介绍到就是进入润竹的话属于高温的房间，所以它外面有一个这个放手机的柜子。那因为润竹的温度比较高，所以手机进去的话很容易有危险，如果说不方便携带的话可以锁在这个柜子里面，那你就不用担心说手机没地方放。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凤绿，接下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凤绿的这个主题。那凤绿这个主题房间的话，它是全馆里面温度最适中，大概只有四十几度是最舒适的。里面主题主要以绿色为主，那在里面的话，其实你可以自由的伸展，空间非常多，它也有拉筋板。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进去里面体验一下。那我们现在在润竹，这边润竹，躺下来休息一下。进来大概十几分钟了，又看到隐隐约约觉得流了很多很多的汗，近一点。这就是汗水，也没有哎，很快速，很快速就流汗。这是算是第一个比较温暖的岩盘浴的部分。那等下，那这间是赤岩，赤岩的外面就有一个萤幕可以看到里面的使用状况，看是不是需要排队。那如果不需要排队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部分顾名思义就是它里面就是充斥着这个赤色粉红色的岩盘，那我们透过这个粉红色的岩盘来做一个排汗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它的整体的温度大概有60度以上。那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后，铺上我们大浴巾就可以进行体验咯。那赤岩这件可以看到它下面的岩石等等都是粉红色的。这里是赤岩，可以看到旁边都是粉红色的石头。这个是墨叶的主题，那墨叶的主题呢，它的温度会比刚刚赤岩来的高一点，有50几度。里面的主题既然是墨叶，它当然就是比较属于在黑色的这个氛围里面，那温度因为偏高，你的相关的物品也可以放在外面置物柜。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好，那这个是我们进来的墨叶的主题，那墨叶的温度有50度以上。好，那它整体来讲就是这边也有介绍是像黑夜的感觉，里面就是黑色的岩盘，那有杀菌除臭的功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墨叶的主题房间，可以看到就是像黑夜的感觉，那上面它有布置很多那种小小的灯光，就好像在星空底下的感觉。那旁边这边还有比较直立式的位置，那我们现在准备找一个位置躺下来体验一下墨叶的主题氛围。这个满天星空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梦幻，就好像你躺在那个夏夜里面，暖暖的空气非常的舒服，一下就有快要睡着的感觉。那因为里面比较暗，所以拍出来是看不到脸的样子，但主要还是想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躺下来看星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非常非常舒服。是映雪，那映雪这间的房间主要就是它的陈述，当然就是它像有个皑皑白雪的感觉。那这间主要是做收紧毛孔跟血管的功能，它有一点降温的作用。那我们从这个房间走进去以后，其实可以看到它是跟外面是做连接的，跟我们刚要去买票的那个外面的小街道是互通的。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这个映雪的房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映雪的房间里面有个超大的刨冰碗，然后上面一直飘下这种皑皑的小雪花。那整个房间的温度它是偏低的，主要是作为你在躺完岩盘浴出来做降温，然后收缩毛孔的一个效果。来这边休息一下。
在已经体验了五种岩盘浴，那这五种岩盘浴呢，从高温到低温都非常非常舒适，我们可以依照自己可以适应的状况做选择。那使用完岩盘浴以后，可以在这个公共的空间做休息。那同步这边也有提供贩卖机啊、饮水器，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补充水分的动作。我自己的部分在日本当地已经有体验过日本的岩盘浴，那跟台湾的差别大概就是素材的不同。那以场地来说的话，这边真的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岩盘浴会馆，然后它提供的设施啊，提供的环境都非常非常舒适。如果没有体验过岩盘浴的朋友，或者是喜欢那种类似泡温泉这种排汗排毒的设施场所的话，福汤岩盘浴真的是可以非常推荐给你。如果你们觉得两个小时比较短的话，你们也可以购买一日券。一日券的部分你就可以比较放松，不用那么赶，慢慢的在这里休息，体验岩盘浴的排汗功能。那今天的福汤岩盘浴就帮大家推荐到这里。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 CP 值非常高，无论是在整体的清洁度啊，或者是设施到整个服务的态度、服务的环境，真的都很不错。利用秋冬这个季节，其实非常适合来洗这个岩盘浴。你不用携带太多的装备，只要轻轻松松的来福汤，它也有提供浴衣，也有提供浴巾。那来这边体验的话，其实你同步也像运动一样，会促进你的排汗功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休闲的场所。那今天的福汤岩盘浴推荐的影片就帮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像这样的推荐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未来有更多更棒的景点，我会持续推荐给大家咯。谢谢你们，拜拜。